大家好，我是小爽，这家鱼肉铺终于到家了。别说我身上这一块啊，鱼肉给你扯着其他的花心，连远的都是。鱼肉铺用多好。还能再进来，关注是，纸不能大，纸弄大了，纸货弄大了，你是纸啊？炝锅面条就这是，还盛着小咸小咸菜。你看，我妈妈这看见妈妈大面条，你拿回来，咱要吃饭了。一二三，笑一个。我先尝一口啊。你看看你耳钉儿，是不是顶着你了都？都香点儿。嗯，要不要来一口？来，翻来，来翻来，来来吧。哎呀呀，哎呀，那嘴，哎呀，快吃零食了，就是。哎呀，我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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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，不知道对了。我没看见。啊，他没看见。嗯。他咽的不老嘴了。不行，这有点长，来来，整短点儿。啊。嗯啊，找不着你了，来啊啊啊，咋了？等不及了，等不及了，我来呀呀呀，高兴了，来和面条头喽，快回我，回头了，啊，回头面条，哎呀，真呢，你真呢，啊，一会儿再把它买来，现在玩儿呢。那还蹦，现在会蹦了呢，明天来赶紧吃。你下回盛两碗，别盛一碗。那我这样了。趁的吃香。嗯。特别香。吃不了赶紧使着呗。嗯。那吃饱了。嗯。不好吃。赵然。他要吃饭了，他要吃饭。吃饭了，那一定要吃饭了。不是，他喝面条喝了真吃呢。你咋了？来。你家大美女。哟，爷爷。哦。嗯，会打大伙的是吧？嗯。那都干净，不溜嘴了是吧？嘿嘿。我听见了。喝。一二三，香。嗯，大伯，大伯，叫你小大伯。大伯，在几个气中里边，我在大爷的这个卡气势，真是奶子还又好看，还大气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事看得另眼相看了，对你哈，真是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穿上以后精神都有了。嗯，这事穿上之后挺耐看了。我最喜欢的都是这个花心，叫啥色？这卡其色，一定要去。呀，这卡其色，卡其色还是真不多。看那挺高端了哈。高端，因为这个你洋气，你知道吧？靠这个色，卡其色都是比较这两年行，而且都是不显年龄。趁日趁还白。啊，肤色还白，就是男孩女孩是不是都能穿？不显年龄，情侣款。一会儿请问再来一人一块啊，一人一个。出门再来一人拿一个这个，还有一个这个绿色。看，真好看，真亮，真亮。这都是街里边最亮的字儿，你看没？喜欢这个洋气点的都要这个绿色。还有这一个粉色，粉色的话就是嫩嫩的，对不对？还是这几个里边，我比来比去还是卡其色最好看。对，陈儿。嗯，亮色的话要这个色，温柔的话要这个色。一共好几个色嘞？好几个色嘞，哪个我都不一一试了。还有一个马甲，我给你们试一下啊。这个马甲的是胖瘦都能穿，你看，想着要修腰了，都把这修腰的色给拉起来；不想着要修腰了，把修腰色给放起来。这个样哈、啊，但是这个不多。其实这一块一共有1000件吧，嗯，只有1000件，来的早了有，来的早了没有，嗯、来，那个是3000件哈，3000件，绝对让你们惊讶的一个价格，而且很棒，直播间不见不散，22号下午1点，等着小爽，这些小爽给你们保证是一个超低价格，不，我拿货的话，一般不会像别人一件两件拿的话，把厂子所有的货都给拿回来，这样呢，你们就能享受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利，好。下午1点，22号，不见不散。